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大幅度提高水稻单产，解决十几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是我们袁老师啊开展杂交水稻的一个初心和使命。中国拥有以袁隆平院士为首的一大批优秀的杂交水稻育种专家啊，他们脚踏实地的躬耕田野，致力于把论文这个写在大地上啊，才有了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突破和成功。这个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面，杂交水稻研究啊开展了这个大协作啊大会战啊，集中全国的优势力量啊优势力量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那么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与大面积应用，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再次以袁隆平啊为代表的中国这个啊科技工作者啊对美国人那、这个莱斯特布朗说谁能养活中国的这个疑问啊一个最好的啊这个回答。那么中国啊饭碗装中国粮，把啊中国人的这个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啊，是我们中国啊这领导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对世界做出的这个庄严的承诺和最大的贡献。那么处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啊，面对一带一路啊倡议给杂交水稻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那么啊我们呢这个有责任也有担当啊，让杂交水稻啊承担更大的时代使命啊，为这个实现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啊而努力奋斗，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啊贡献中国力量啊，提供中国方案和啊这个啊中国的智慧。